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世界观 news 讯，4月23日，冯绍峰赵丽颖突然官宣离婚。冯绍峰发博祝福赵丽颖，日子很长，过去很好，愿未来更好。回顾两人情史，2016年，赵丽颖冯绍峰合作《西游记之女儿国》。2017年9月，网友爆料赵丽颖在冯绍峰家中共度一晚。因两人此前也被拍到穿同款同庆酒店，疑似坐实恋情。2017年10月，赵丽颖冯绍峰合作《知否知否》应是绿肥红瘦。2017年12月，有媒体曝光在《知否》夜戏拍摄现场，冯绍峰赵丽颖身穿戏服并肩聊天散步，赵丽颖突然伸手挽住冯绍峰臂膀，一路行走。2018年8月，卓伟朋友圈爆料赵丽颖却已怀孕，随后网友又偶遇赵丽颖冯绍峰牵手出行。2018年9月，网友偶遇冯绍峰赵丽颖，女方衣着宽松，小腹凸起，随后工作人员再度否认怀孕传闻。2018年10月16日，冯绍峰赵丽颖晒出结婚证官宣结婚。2018年11月1日，网友偶遇赵丽颖冯绍峰婚后浪漫出行。2018年11月23日，赵丽颖晒老公视角美照。2018年12月25日，网友日本偶遇赵丽颖冯绍峰。2019年1月1日，冯绍峰发文正式宣布赵丽颖怀孕喜讯，知否知否，应是一家三口。2019年3月8日，冯绍峰发文宣布妻子赵丽颖产下一子。2019年3月9日，冯绍峰抱婴儿蓝现身医院。2019年3月11日，赵丽颖产后首次现身，在冯绍峰的陪伴下出院。2019年6月4日，赵丽颖冯绍峰合体现身。2019年7月，赵丽颖营业为冯绍峰宣传新作。2019年8月，冯绍峰接机赵丽颖。2019年9月，偶遇赵丽颖冯绍峰出游。2019年10月，赵丽颖为冯绍峰庆生，冯绍峰为赵丽颖庆生。2019年12月，赵丽颖冯绍峰婚后首合体拍广告。2020年5月，赵丽颖探班冯绍峰。2020年10月，赵丽颖为冯绍峰庆生，冯绍峰为赵丽颖庆生。2021年2月，赵丽颖冯绍峰夫妇同游三亚。2021年4月，偶遇冯绍峰赵丽颖餐厅吃饭。编辑张一佳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